我就知道你不喜欢，看。哎，这个好看。林香，林香，你看，我给你挑块布，到时候做个裙子呗。这，哎呀，这也太难看了。这咋难看了？挺素的嘛。这个不好看啊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宾礼哥给我挑的这块多好看，漂亮吧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对这个东西，这个有了解啊。现在上海最流行的那个半长的那个旗袍，哎呀，穿上肯定好看。这凌霄啊，这跟向宾礼走得越来越近了。是挺好看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好多裙子大红大绿的。哎呦，哎，三宝，哎，那都没法穿啊，你多土啊。周队长，这次真的要谢谢你啊。这话说哪儿去了？你看看，我们这么多人在你这儿白吃白住，就算交房租，这总可以了吧？对了，高队长，李守信又第二次弄回了情报，说这回啊，有两辆汽车压着药材要运往营口。我们来好好的合计合计。哎呀，周队长，这次行动我们游击队参加不了了。为什么？刚接到上级的命令，明天一早我们要赶到拉法河一带，配合其他部队作战。这次行动，你们东北军就要单独行动了。嗨，没关系，就算我们单独行动，你放心，药材劫回来还是会分给你们一半。谢谢周队长，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啊，上次我们偷袭成功，这次鬼子肯定会有所防备，你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啊。对，我已经考虑过了，但是这批药材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，我觉得这个险值得冒。这次我把所有的部队都带去，我想应该够我们应付了。好，那就预祝你们成功。向右转。二伯，跑跑走。怎么带我参加战斗啊，二伯？哎呀，你去干嘛去？就打一个日本人的运输车队，又不是什么大的战斗。另外呢，这回我把大部队都调走了，游击队的大队人马都不在，只有咱们的伤员还有随军家属，总得有人守护吧？不是，我给你留下一个牌，你给我看护营地，绝对不能出任何事。不是二伯，我这个，对，我跟凌霄妹子都商量好了，这次凌霄留下来，我跟您去参加战斗。啥玩意儿，向宾礼？咱是这么商量的吗？不是说一起跟我爸商量一起去战斗吗？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叛徒，爹，你千万不能带他一起去，他就是个叛徒。行了，都别吵了，你们两个一块留下，守护营地。二伯，你看，谁都去不了了吧？说你这个人，我昨天刚给你送了花布，一点好都不念着我。那花布是你送的吗？那明明是三宝哥抢的，你就在这待着吧你。不是，三宝会挑花布吗？啊，他有那个眼光吗？李守信，哎呦，干嘛去？我去方便下。又去？你一天去几次了？哎呦，我昨天晚上吃坏肚子了。我就你事儿，赶紧去，一会儿追上来啊。好嘞，赶紧走。哎呦，赶紧走。吃饭了，干嘛去啊？这
这又吃煎饼啊？哎呀，有的吃就不错了，挑啥挑？我不吃了，我跟少爷给你们出去改善一下伙食啊。你们又去打猎啊？是啊。哎，这些兵号天天吃煎饼怎么行啊？我不跟你说了，少爷在等着我呢。哎，兄弟们，一会儿卡车一到，迅速解决战斗。明白，明白。旅长，发现鬼子的卡车了，但卡车没过来。没过来，在五里外停下了，好像是坏在那里了。坏了，走，去看看。有多大阵势呢？就这么几个人，早知道咱们就不用来这么多人了。全体准备战斗。是。干爹，我带一个排的兄弟就够了，你在这接应我吧。就这么几个人还用接应？所有人跟我一起上，走。马上打扫战场，把车上的物资全搬走。是是是，来，所有人动起来，快快动起来，快快走走走！炮火旅长，炮火旅长，炮火旅长，怎么回事？中埋伏了！小心，这个叛徒出卖了咱们！快，命令所有人撤到制高点。是，撤！なぜ従軍の部隊だけなのか。共産党遊撃部隊は今どこですか。ただ今の状況は計画通りじゃない。もし従軍の部隊をその場で解決すれば、これも大きな功労だ。すべての人に命令しろ。必ず主軍の部隊を全部囲め。もし一人探すと、軍法で貸し付く。はい。少爷，你想家吗？想啊。那你想不想方小姐啊？当然也想了。那你怎么不给她写信啊？哎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现在日本人知道我什么情况，我给谁写信不是谁倒霉吗？嗯。我看你是有点乐不思蜀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看你跟那个周小姐打得火热呀，哎，我看一点都不像想家和想方小姐那个样子呀。你能不能不胡说八道啊？凌霄那是我妹妹，我根本就没那么想过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就算你不这么想啊，周小姐不见得不这么想啊。我看她就是对你有意思。我说金荣，你交过女友吗？我没有啊。
那你有什么发言权啊？在这絮絮叨叨的。走，营地方向。凭什么跟我打？凌霄，周小姐，凌霄，周小姐，凌霄，周小姐，少爷，少爷，猴子，猴子，猴子，你醒醒啊！敵はもう終わりそうだ。
用意の部隊に命令しろ。今度こそこれらの敵を一気に消滅するぞ。はい、万歳。対策課か、どうしてここに。だがこれもちょうどいい時だ。すぐ速攻を始めるから主君の終わりが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。いや、今攻撃を中止しろよ。攻撃中止？なぜだ。奴らはもう囲まれたんだ。今中止したらこれまでの努力は。それは新しい計画ができました。日本人怎么不进攻了？估计还有啥幺蛾子。司令，各位，回去。你出去还子弹去啊？三炮，为啥凌霄会被他们抓住？为啥会被日本人抓住？我告诉你，肯定是咱营地被偷袭了。娘的，这个香槟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连个营地都少不了。我可是呢，他跑哪儿去了？你这个时候你管香槟里干啥呀？刘旅长，你的女儿和你的士兵家属们都在我的手里面。现在我代表我的指挥官要跟你谈一谈。别开枪，我先带过去。哪位是周旅长？有什么事你跟我说。我要找周旅长对话。我们旅长不想见你，有话赶紧说。没事滚。我是带着很大的诚意来的，来跟你们谈判的。现在你们的许多家属都在我们的手里面，以及周旅长的女儿。如果你想要他们活命的话，请摆正你的态度，请周坤旅长出来说话。现在由我接管部队，有什么事儿你就说。我想你们应该清楚你们的处境，你们已经被我们团团包围了，我们消灭你们也只是时间的问题。不过我们的指挥官宫本阁下非常欣赏以及敬佩诸位，将给你们一条活路，同时也是一次机会，一次效忠皇军的机会。你还想让我们当汉奸啊？你猜你的父亲会因为你同意投降吗？别做梦了，我爹死也不会当汉奸的。那就要看看他是对这个国家的爱深一些，还是对你的爱深一些。卑鄙无耻，你们打不过就只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并不冤家，这可是你们中国的成语上写的。何况使诈这方面你的父亲不在我们之下呀。司令长，嗨，我再给你们指一条活路，如果你们连命都没有了，那还要生育有什么用？我知道你们都是不怕死的勇士，但是我希望你们考虑一下，为你们的家属考虑一下。大佐閣下、僕ははっきり分からないが、どうして観光するのか。その前この子もそういうつもりがあるけど、でも奴が
鉱山を借りて宮田君も奴らにやられた。私たち秩序を守ることが、衆君の部隊は戦闘力強い、それは大事なものだ。だからいかにも楽しんでみる。さらにこの子の失敗は私も失敗してるのだ。またそれ書き物持ってる。報告します。衆君はもう戦死した。死んだって？今その指揮官はドゥーリンというのです。彼衆君の技巧です。大作家か、衆君はすでに死んだと降参の必要は？衆君の死は残念だが、その部隊がいるのだ。欲しいものは衆君の人だけじゃなくて、元は彼の部隊だ。しかもこのドゥーリンは河野君からそれを聞かれました。東北軍の中でこの人めったにない戦いだ。この人に指揮を救ってもらうのもいい選択だと思うよ。そちらはどんな態度？彼は改変を受ける。ただし条件は3つあります。何はそれ？第一、安全を保障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。第二は軍隊の独立編成を保ちます。大したことじゃない。よし、彼の条件を同意しよう。もう一つは？第三条是他们让交出李守信，他们要用李守信的人头纪念周坤。啊，不不，大佐阁下，您可千万不能答应他们啊！我是立过功的人，大佐阁下，你想想，要是没有我，你也不能这么轻易的消灭周坤他们呀！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大佐阁下。我知道李军劳苦功高，但是如果牺牲你一个换取一支战斗力强悍的军队，你说我该怎么选择？就当是你给皇军最后一次帮忙吧。不不不不！少爷，这凌霄小姐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城里，要不咱们还是先去找周里长吧。静蓉，你觉得眼下的形势，是我二伯他们危险，还是凌霄危险？周里长他们有什么危险呀？有那么多兄弟保护着呢，那肯定还是凌霄小姐危险呀。所以说，我们要先想办法找到凌霄。啊，是啊。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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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说周坤旅长被打死了，他干儿子接管了部队，投降了日本人。哎，可惜了，周旅长一世英名，结果毁在了这个汉奸干儿子的手里。少爷，来。为了我们今后能一起共事，为关东军效力，干杯！哎，干杯，干杯！三宝，既然张县长这么有诚意，咱们也不能驳人家面子。来，咱们喝了这杯。来来来来来，今天。这一来是给二位长官接风洗尘，代表着开元城各界欢迎二位长官的上任；这二来希望二位长官以后多多关照。关照，关照，关照。这是一点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哟，张县长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们这几位在这一带呀，都有些生意。是，但是你也知道，
现在市面上不太平，周围大大小小的几个胡子不说，还有共产党的游击队，所以啊，这以后少不了麻烦二位长官的地方。你这是把我们当什么了？这来，怎么坐？人家张县长也是一番美意，送咱们这么多金条，那咱们就收了。哎，收收收，收了收了收了。来来来，吃菜吃菜，哎，吃菜。想到你也投降了，你还当了汉奸，你对得起我们，你对得起死去的周旅长吗？金荣、夏美林，还不是因为你们无能把营地丢了，林霄和孙军家属都让日本人给抓了，我们要是不投降，他们都得死，你让我们怎么办？什么理由能让你们做汉奸呢？杜凌云，你当汉奸可以，为什么还要带上凌霄？你必须把凌霄交给我，我要把凌霄带走。不行，凌霄不能跟你走，我干爹让我保护好凌霄，凌霄必须跟着我。我二伯让你当汉奸了吗？啊！香槟林，现在枪已经响了，日本人马上就会到，你想待在这儿被人抓我不管，但凌霄肯定不会跟你走。少爷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卖国贼！走啊，少爷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对周坤的部队投降日本人这件事怎么看呢？如果周坤不死，他是绝对不会投降的。至于他的部下，我就不敢保证了。我们刚刚收到内线的情报，说日本人在偷袭你们营地时，抓了包括周坤女儿在内的一批东北军的随军家属，逼着他们阵前投降。这就难怪了，我真的不是小偷啊！快点，你们听我解释好不好？走，我真的不是小偷啊，我就是饿了，我不是小偷。怎么回事？我真的不是小偷啊！金荣，高队长，高队长，金荣，我可算找到你了，高队长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小子混进村里偷东西吃，我们怀疑是日本人的特务。就抓起来带过来。我不是特务啊，我就是饿了。金荣，高队长，你们认识？认识，何止认识？金荣，你们不是投降日本人了吗？我没有啊，我跟少爷跑出来了。高队长，你快救救我家少爷吧！我们专门出来找你们的，我家少爷都饿晕过去了。快别说了，救救他吧。政委，我先去救人，回来再跟你解释。好，快带我们去，走，跟上。
我们家少爷醒了，少爷，高司长，我去城州啊！去去去！啊，病理，这是哪儿啊？哎，快快快，躺下！这是我们的新营地，是金荣带着我们找到了你。 都投降了，病理啊，这些事我都知道了，你也别太伤心了，把身体养好再说吧。啊，哎，少爷，喝口粥吧。来来来，我来喂他。哎，少爷，慢点啊，来慢点。哎，高司长，我求你件事儿，你必须答应我。你有啥事儿？吃完饭再说吧。 行，那你说，我和金荣要加入你们的队伍。1932年夏天，日军完成了对全东北的占领。 随后，日军就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剿灭各地的反日武装上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日军的主要讨伐对象，东北的抗日形势进入了一个艰苦的阶段。快！ 游击队已经被击退了，你为什么跑回来？报告太君，游击队他有增援，我们中埋伏了，求求皇军支援。扯空！情报显示，游击队只有几十个人，你们连一个连都打不过吗？太君，你听我说，游击队这帮小子跟我玩虚的了，全部缩在这林子里边放毒烟，我的兄弟们一个一个全都被撂倒了，这林子里全都是烟，我也看不清人。 等等，去！好。
よく探せ。哎，金龙，金龙，过来。師匠、罠だ、撤退しろ。徐大胆，向少爷，徐连长，这次能够全歼日军这个小队，多亏了你和你的部下和我们的配合。同时也欢迎你弃暗投明，加入我们开原抗日游击队。高队长，您可别谢我，您还是得谢谢向少爷，这都是他的主意，之前也是他亲自到城里联系的我。这，说实话吧，我们这帮兄弟啊，也实在是不想跟着鬼子干了。之前在开原城保卫战的时候，就是向少爷救了我一命。好了，走吧。慢点。所以您要是谢，还是得谢谢向少爷。哎，许连长，你以后就别叫我向少爷了。我现在是开原游击队三排排长，今后咱们就是战友了。欢迎你加入开原抗日游击队。都凉了，怎么回事？不是让你好好照顾周小姐吗？太君，不是我们没有照顾，是小姐一直就不吃饭。赶紧撤了，重新做一份。是。刘天中佐，我希望能跟凌霄单独待一会儿，也好劝劝她。好，那我在外面等你们。
凌霄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？被软禁在这个地方，你觉得我会好吗？这里是你的家，是你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。这是我生活过的屋子，爹没了，家就没了。这屋子里，我总是能看到爹的身影。你问我过得好吗？凌霄，凌霄，我也一直都在想办法。我跟日本人提了很多次了，可他们就是不让我把你接回去。我也明白，日本人是在用你防着我。但只要我们能成亲，你就是我名正言顺的夫人。到时候他们就能让我把你接走了。